七款的免费 AdWords 工具推荐，运行 AdWords 广告常常使广告人员精疲力尽。为了减轻广告人员的负担，谷歌确实提供了许多非常实用的工具，但除了谷歌工具以外，市面上还有许多工具值得一试。本文就列出了七款非常实用的免费工具，将把你从忙碌中解救出来。免费 AdWords 工具一， AdWords Performance Grader WordStream 的 AdWords Performance Grader 是最好的免费 PPC 工具之一，能在60秒或更短的时间内会分析你的广告账户，并生成一份详细的报告，让你了解你的 PPC 广告的优缺点，同时提供可行的策略，教你如何在自己的领域里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免费 AdWords 工具二， Ubersuggest Supersuggest 是个一站式的关键字研究工具，使用起来非常简便，你只需输入一个主要关键词，然后选择瞄准的市场和使用语言。该工具将根据你的目标市场生成大量与原始术语相关的关键字变体，你还可以右键单击每个关键字，了解该词在谷歌搜索结果和谷歌趋势中的表现。在查看了所有的建议关键词后，你可以将自己有意向的关键词添加到账户中，然后直接复制或导出 CSV 文件上传到 AdWords。 Ubersuggest 尤其适合不熟悉目标市场语言的广告商。以西班牙汽车市场为例， Coche 这一个关键词在大多数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就是汽车的意思，但在智利的西班牙语中， Coche 指婴儿车和汽车。 Ubersuggest 会将这些差别告诉用户，避免广告商浪费金钱。免费 AdWords 工具三， Suva。 如果你热衷用 Google Suggest 进行关键词研究，那你也会喜欢 Suva 的。在 Suva 网站上输入你的一个顶级词汇，它将为你提供来自谷歌、 YouTube、 Bing、 亚马逊和维基百科等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建议。免费 AdWords 工具四， AB Test Significance Calculator。 探索新广告形式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同时运行两种变体进行测试，查看两者的差异。这时就会有广告商会说，我怎么知道测试要运行多久？如何区分哪个广告的效果更好呢？ AB Test Significance Calculator 就派上用场了。你只需要在工具中输入控制组和试验组的广告数据，该工具就有给出分析结果，让你更轻松了解广告的表现。免费 AdWords 工具五， Mike 的 Quick and Easy PPC Reporting Template。 撰写 PPC 广告表现报告经常让 PPC 管理人员头疼不已。 Mike Griffiths 的 Mike Griffiths as Quick and Easy PPC Reporting Template 将为你提供报告模板，即使你不是 Excel 表格高手，也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报告。免费 AdWords 工具六， Convertible。 获取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并不容易，对技术和软件要求很高，这方面 Convertible 能为你提供帮助。 Convertible 可以帮你构建自己的登录页面表单，跟踪每个访问者的来源，包括访问者使用的关键词、地理位置、过去访问站点、访问时间等，这些数据都存储在你的网站上。Convertible 将帮你对数据进行分析，为你提供最有价值的见解，帮助你优化对你广告系列。免费 AdWords 工具七， Splittester。 运行 AB 测试对低流量的广告用户耗时可能太长，这时你需要 Splittester。 用户只需将两个广告变体的点击量和点击率输入，它将分析数据并预测广告的长期表现，帮你确定是否继续该 AB 测试。